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白露，好久没有给小红书的宝宝们分享夏日 tips 了。那现在呢，我正在一组大片的拍摄现场，我突然想到，最近好像有一个节日要到，是什么节日呢？就是七夕节啦。虽然跟我没什么关系啊，但是我最近收到了很多小红书宝宝们发来的私信，就是问我关于约会穿搭还有送礼这方面的问题。那今天呢，我就带了几样七夕好物，想要种草给大家。当当当，就是这两款千梭腕表啦，分别是卡森真我系列和灵动系列女士腕表。太棒了！好的，那接下来呢，就跟我一起去现场看一看我怎么用这两款千梭腕表搭配七夕约会吧。走啦！清爽低马尾，高级感大地色妆容，小黑裙尽显自信端庄，精致凉鞋修饰脚型，搭配天梭卡森真我系列腕表，凸显优雅气质。套银色表盘搭配罗马数字刻度，简约素雅。小牛皮表带轻肤贴腕，不经意间的低调奢华，出席各种场合都能轻松 hold 住。夏日最佳纯欲感桃花妆，白色连衣裙呼应妆容，搭配天梭灵动系列腕表，大气的表壳尺寸与粉色珍珠更牛表盘衬托出坚毅与柔美。玫瑰金色的米兰编织带增添质感，搭配夜光指针随时掌控时间，不管是作为约会饰品还是七夕小礼物都不会出错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我的七夕穿搭小秘诀，大家 get 到了吗？其实今天的 look 呢，也是传达了天梭的品牌理念，就是勇敢拥抱爱情，冲破时间桎梏。希望大家都能做到爱有我，大胆追爱，让时间的指针来见证和承载大家的幸福。希望大家可以度过一个甜蜜的七夕哦，拜拜。